哎，你看看，你看到，和导盲犬特别有缘，从当年当县长，因为就在新北市，而 Aggie 第一只导盲犬出书的时候，我是总统府秘书长，还特别参加去年我们导盲犬学校义卖 T 恤，我也特别来支持。我们很希望大家，如果你有钱出钱，如果你有时间，你也可以来做志工，因为导盲犬需要擦澡，需要为它喂食等等的服务，你只要拨出一点时间做志工，就能有大帮忙，也等于是做好事给视障朋友帮忙。我从政几十年来，除了自己努力，都一直培养新的人才。我也很希望新北市能由吴秉睿出来为大家服务，因为他也就是20年来一直在新北市，也是从当年做我机要秘书，一直到现在三任的立法委员，他现在也很努力的跑新北市，已经跑2圈以上。那在有意愿的人选中，他也是民调最高。我很希望大家都给吴秉睿支持，希望他是站在我的肩膀上。只要能让他有机会出任新北市长，我跪下来扛着他都愿意。我一直都是觉得人才也是需要大家给他机会的。那我一直对新北有很深的感情，那我也很谢谢新北市民对我这么好，他们一直没有忘记我。这正也是我要为新北找出最好的人才，来让新北市能够风华再现。